杨先生上周唱出89.9分。报告好，同学好。是，最近做了什么练习吗？最近自从上了节目之后，我有去买健身房，然后每天去跑步。你买了一间健身房？不是，买那个健身房的那个用券啊，用券，对对对。吓我一跳，我想说你深藏不露啊。其实你来的时候，我在看你上半身跟大腿间，其实你有在运动啊。后来比较少在运动。本来做什么运动？本来是游泳比较多。对，因为我看他的大臀啊，跟上半身肌肉是有在运动。嗯。那现在又买了健身房。的券，对，的券，的券。你现在名次其实都还不错，有这三年不会掉到后面去嘛？你的目标是？因为上周嘉贞跟翔颖他们并列第一，哇！啊，其实我看了有一点点羡慕。是。那有句话呢是这么说的。怎么说？一山不容二虎，除非一公一母。那我希望可以当那只公老虎。你想越级到那边去，对不对？是。今天唱哪首歌？今天带来的歌曲是苏永康的《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》。这首歌你很好发挥吗？对，我觉得有在我擅长的音域当中。哪一种音域？就是比较是属于中高音域哦的部分。所以有精选过的。是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。